大家好呀，我是大嘴，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。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，用牛棒击球手有奇效。啥？用牛棒击球手？难道说这一关的植物都会是豌豆植物？啊，すごい。果然呢，这一关的植物就是有很多种豌豆，再加上牛棒击球手，火焰树桩也有。话说这个牛棒击球手和这个火焰树桩，他们两个的效果可以叠加吗？Nice。 这一关还有这么多的能量豆，而且每一波还有能量豆宝，那给这些豌豆植物用太浪费了。牛棒击球手的大招时间也很短，我直接给前面这五个火焰树桩用了，这不就等于加强了这一整排豌豆的火力吗？一个字，绝。牛棒击球手的效果和火焰树桩的效果叠加在一起，好像也没有多强啊，并没有看出有啥效果来。难道是对面的僵尸太弱鸡了。现在能量豆槽用满了，直接给后面的机枪豌豆用了吧，一次用两个，他们的大招就可以覆盖整个屏幕了呀，大招全部都是蓝色的豌豆了，看起来还是挺炫酷的呀。 Nice。最后轻松干掉了所有僵尸，通关成功。